各位紧急开个录影模式哈，因为 CA 刚刚呢就在今天的时候呢释出了一个更新，就是改进镇江和深冷的 3D 脸部模型，所以我就来倒是想看看我们的女神深上江有没有变美呢。原本呢她的 3D 模型真的是不能不说啊，有点丑啊，肉肉的啊，完全就是破坏形象啊。现在再来看看啊，加快步伐啊，虽然没有到很好看，但是至少好很多了。等一下再看人家孙能大显身手啊，还有我们旁边的镇江。今天的主角是你啊，孙尚香。我军士兵丢盔弃甲，真懦夫也，片甲不留。赶快，赶快，动作快点！哇、哦，速速前进！镇江真的变美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五官清晰，跟原的比，原本的比根本就不能比。刘备，死吧！死在。前进，诛灭敌军！速速前进，晋军，加快速度，快跑！不要留情！赶快，赶快！为何心神不宁？又在游行汉室吗？嘿，总能着眼未来。加速前进，进攻！不要留情！孙能斩刘备。死啊！以擒懦夫。好凶残呐！孙能，加快脚步，杀呀！范镇江，感受大地的愤怒吧！镇江，哦，镇江喷了一堆血。等一下看镇江单挑啊，杀！必将取胜。镇江单挑关羽，我这边人太多了，没他现在看得到。关羽，等死吧！关羽，吼吼，关羽的手被砍断了，吼吼，也来献丑，杀光敌军，首级，张飞，换你了。单挑张飞，快跑！杀！速度快点，速速前进！杀光敌军！贼众溃不成军！就只有这点能耐吗？好起来，速速前进！快！坚如厚土，我坚如磐石。禁军，片甲不留。这是御龙军，御龙军就不理他。孙能，回去看孙能。孙能都是血，还好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